我去，这回我家臭鼬可是遇上对手了。今天我来帮妹妹借她订的安格鲁貂。啊，这玩意儿才这么大点儿，我以为会和臭鼬差不多大呢。两个小家伙需要在我这儿暂住两天，我本来还担心面对新环境他们会怕生，没想到刚出来两只就兴奋的连蹦带叫的。这是有社牛症吧？我没见过这么不怕生的动物。白色的小貂还叼着我家小臭鼬的虾仁玩具玩起了跑酷。这家伙你是要叼哪儿去啊？我家小臭鼬可是被这俩不速之客给吓坏了，于是马上放出了他的一技能拍地警告。但是小貂一点也没有要退缩的意思，还一直穷追不舍地往臭鼬身边凑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不知者无畏啊！你瞅瞅，还凑。哎呀，你可千万别激动啊！不行不行，这玩意儿必须得关起来，要不然一会儿我家小臭鼬该应激了。你看尾巴一直炸着呢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个笼子间隙太大，貂直接就从里面钻出来了。这下可坏了，伦伦你赶紧来把貂接走啊！